好的，各位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由网易暴雪主办、牛 TV 承办，并向您全程直播的《炉石传说2016黄金超级联赛》夏季赛。您可以在斗鱼、熊猫、战旗、网易 CC、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各大平台收看全程直播。大家好，我是 Nami。大家好，我是安德罗尼。大家好，我是阿廖。那么接下去的这场比赛的话，是我们胜者组的一场比赛了，是由我们的武藤游戏来对阵同福的蝶梦。那么他们的一个败者将于刚刚的晋级的全民娱乐军来争取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名额。是的，对，刚才是反了一下，是武藤游戏比较慌，他说碰到了蝶梦是吧？太快了，太快了，是的，他是觉得他的卡组都是比较慢的。是。蝶梦的卡组都是比较快的，带着应该是单脸煞对吧？猎人就已经是最慢的卡组了。不过他还有个蓝龙贼，看起来跟猎人差不多。对，蓝龙贼比较比较慢一点，也比较慢一点。所以说奇迹贼吃蓝龙贼嘛，吃到了就赚了呀。而且这蓝龙贼特别 low， 带了两个刀扇，一个群体背刺。那这边搬了战士，这边搬了猎人。对，我们可以看到盗贼，说不定能看到盗贼内战了。是。蝶梦的贼是特别希望能抓到骑士的，对啊，哎，是不是可以首发盗贼？哎，蓝龙贼打骑士真的是稳啊，因为你太稳了。骑我爆发高，就我就过牌过牌过牌，一波你就死掉了。对，我只要憋着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排兵布阵吧，排兵布阵可能就决定了这盘的游戏的走向。对，这边双方都有的是贼，然后一边猎人被搬了。蝶梦的萨满还在吧？在的。蝶梦的萨满应该很强。对，他的萨满可以打盗贼，可以打猎人，都是很稳的。我觉得。那他先上哪个比较好？先上萨满先跑吧，太最简单的。先上萨满，碰到骑士怎么办？碰到骑士就看第一盘的排兵布阵了。对，可能他会上骑士。这边上骑士，好的，抓到骑士了，抓到了。双方在排兵布阵上的博弈，蝶梦赢了，蝶梦赢了，蝶梦赢了。那这对面奶骑，你只要裸流拍卖师挂着就行了。是。那么他这道牌是没有隐藏的，所以说你就拍卖师不急着六费上，可能七八费上去刷一刷就可以了。他这套牌比较关键的是，大地一定要捡到几个法术的费用，或者大蓝龙，捡到了一波，一定要一波打死啊！对，一波有个27、26、27点就可以了。是的，然后再随便上个怪，对方都得捡。对，因为你有五，比如说我有25点斩杀，你不能掉5点血就加，这不行。是的，你最起码你得掉个10点血才能上光螺丝，对吧？是。还有就没有抛却这么高的斩杀，以奇迹如此强大的过牌能力。他都难受，就是骑士也比较难受。是，那么这边还好有个大宝剑，大宝剑前期特别厉害，可以砍你，可以砍两个怪，先砍一个吧。硬币大宝剑，硬币大宝剑，他在考虑的是要不要留一个硬币，不要吧？我觉得应该砍，砍了可以压两回合。对，不要贪。不是你这回合，关键是你不大宝剑你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挂机了。这样你下回合砍一个，那还剩一个，你怎么办？对，本来是两个全清的，这就有点贪了。他可能是想把硬币留给那头牛。是蝶梦这大牌是带了非常非常多随从的，他很难卡住。当牛吃闷棍就是你的末日啊！这个你把硬币留给牛的话是有后遗，有问题的。好消息是蝶梦现在还真没抓到闷棍，没有闷棍。另外就是如果牛吃闷棍，最起码可以保证我的丁丁不要吃闷棍，对不对？那还有一棍啊，那我还有一棍呢。我牛了再牛嘛，让你先闷着过。好，大蓝龙到手，其实这里也可以用币军期大饭直接铺三个，因为这样的话特别怕平等，也平等啊，就但是你这样的话人家一刀还剩一个嘛，那我还可以抢点血，好，可以接受了，那就抢一点是一点吧。 就大饭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怪太多了，吃平等对面刀还在，那太伤了。大地捡到一个蓝龙，可以出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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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主要是这个蓝龙这个大地不好解，还能出，还能解一个加基森啊。谦逊严肃师，严肃师苦痛谦逊，严肃师苦痛谦逊，然后把大地吃了，这样场面上还留一个大地环。有别的办法吗？严肃师平等，还有一个就是严肃师平等不太好，有点亏。他选择谦逊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就谦逊大地了。谦逊大地的话这头牛可以保住啊，他是谦逊的大地，他谦逊的是这边这个，左边这个，就是、直接给你换了。哦、换了以后就留一个一攻的在场上。那我觉得这边4+2吧，直接换了群体背刺。哎，盗墓匪贼怎么样？匪贼加军期，匪贼军期，匪贼军期解掉一二，然后一二换掉严肃师。那一要不要硬币大饭？算了吧，
对，雷军期过了，可以考虑硬币大饭，考虑考虑。嗯，八八硬币一个八杠八，可以可以可以上了。我觉得，走你。对方交了一个严肃师的话，就可以出了。人家平等奉献，送你回家。哎，正好来了个奉献。这肯定忍不了了，平等奉献送你回家，平等奉献，然后过不了牌。怎么感觉这个场面好像要崩？我已经嗅到了崩盘的气息。还行还行还行，你想拍卖师刀闪，这拍卖师解不了，你看了没？解不了拍卖师，我觉得就赢在这个拍卖师了。平等奉献，真解不了拍卖师？真解不了吗？万一右手第一张带来一把刀，那就可以跑了。那就可以跑了，就是这个盗贼没有过到牌。骑士这边解牌特别充足，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拍卖师刀闪，还有一个硬币刷一刷，还是能过一些，还是可以能过一些牌的。这里还在想，平等奉献要交。平等奉献他还能过牌，所以刚好如果要把牛送掉就可以过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蝶梦要不要留硬币斩杀？其实硬币可以不留，可以留 C 大发斩杀就可以了。对。平等奉献送牛过牌太亏了吧，你肯定还是留这个四一吧。是的，直接拍卖师，如果你这里不上拍卖师的话感觉就要输了。这里不太可能不上了吧，拍卖师刀扇，拍卖师刀扇的话还有硬币可以出，那可以过三张棋吧。如果你上黑铁的话就麻烦了。嗯，你只有站拍卖师才有威胁，你上黑铁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啊，直接刀上。就上黑铁的话就有点拖节奏，硬币闷棍已经到手，那佛丁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嗯，好，刀上。伺机待发，伺机待发可以考虑留着。留斩杀。直接挂刀砍脸，这是一种。他是怕自己过不到牌吗？有可能有点怕的，真的是有点怕，有点怕，有点怕过不到牌的。嗯，我觉得要不打个四级代发吧，打了吧。隐袭不打，就打个四级代发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的手牌是双隐袭还是单隐袭。如果是双隐袭的话，打一个隐袭完全无所谓。因为这个抓了四级代发双闷棍有点差。是的。Dingo， 他这道牌随从不少。是。看起来是单影席，他这样可以蓝龙刺骨，四加发刺骨。对，不过这边解不了，这边竟然解不掉，夹击声太可怕了。没有刀啊，没有解过牌也解不了，三费不可能解拍卖师，那就GG了，晋级治疗吧，来一口吧，晋级治疗，等下回合正音圣剑吧。嗯，就是晋级上佛丁是肯定是被闷棍的，这是绝对的。对，就只有晋级。他刚才过了那么多，下回合可以严正警戒一下，然后还有四费，说不定可以大冒天接掉你。晋级治疗加十六血二十九血，丁丁就是骗自己啊，不太可能上佛丁的。好，我们看一下武藤游戏要不要骗自己一下。啊，我骗自己了，那死了，我估计大概率死了，闷。是不是可以考虑大蓝龙四级代发闷棍，然后来任何一个法术都可以打死？先四级代发闷棍啊，对，先四级代发闷棍来得及，大蓝龙不急得上，因为也就一张。嗯，也没有四加发闷棍，如果影袭的话打不死刺骨，还得四加发刺骨，那还是很大概率打不死，因为只有九费。哦，只有九费，对的。嗯，四加发闷棍误会了，我还以为十费了，那就四加发闷棍再说。蝶梦在考虑是上，我觉得你先刷一刷，说不定其他的小法术砸一砸就给他砸死。对，刺骨，刺骨，闷，做好学习准备，闷，那两个刺骨，两个刺骨死了，已经死掉了。变个刀，对，哎，不够费，不上紫罗兰死了。你看，但这里的话，刺骨打一下吧，挂刀打一个刺骨，挂刀打一个刺骨。现在的骑士的难题就是结场奶不了，奶解不了，他是根本解不了。好吧，他连场都解不了，就有牌的奶骑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吗？对，现在连牌都没有。你觉得上回合竞技治疗会好那么一点点吗？从结局来看啊，差不多啊，应该是一样。伤害是都摸到了，他手上的牌全部都是没用的牌，什么恩佐斯、女王、丁丁。对，你上回合竞技治疗，这回合还得竞技治疗。对，除了这些牌都没用。对，竞技治疗，然后场控是八二八一十六，大蓝龙刺骨的话九，
或者死了死了，没死吧？没死吧？这里八是十十一十一加九没死，没事，那可以铺场，接着铺嘛，铺吧。接着铺，再上一个 dingo 吧。哎，那是不是其实有机会啊？过牌言说是平等是吧？不是，继续晋级治疗啊，先奶着呀。再奶可能会死，因为这边已经加了法强了。哦，那怎么办呢？那。再上一个怪，还是不上了？不上了，这边。再奶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大背刺呢。过牌倒严肃过平等牌，严肃是平等，严肃是已经交了，平等也已经交了，没有，没有，没姐姐，有姐姐。了。啊，那这样的话，蝶梦还未醒，是先下一局。对，这对奇迹贼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是啊！啊，但是贼怎么跑啊？内战本来想内战碰贼的话是非常好跑的。我们觉得就是这局就赢在这个排兵布阵上，可能说这边先上贼，是啊，其实特别有自信啊。蝶梦的排兵布阵好像连续都抓到了啊，就是上一把也是排兵布阵排的比较好。对，那这样的话，五团游戏只能继续上骑士了，对，因为你剩下的就无所谓了。剩下的我就不能让你的打脸煞先跑了。对，肯定是无脑上骑士到底。五藤其实也是，五藤游戏也是没办法，他本来就是骑士上去被抓到了嘛。对，现在对，就是盗贼更不敢上了，再一上去碰到个萨满，根本就跑不了。对，这只能硬着头皮骑士上到天荒地老了。哦，这哦，就是换了换了，猎人撞不了一上个骑萨士，满，这也是被抓，干嘛不上骑士？仍然被抓。哎，但是他这个猎人怎么又放狗、爆炸、强风射击？他有，难道是个哎，奇迹猎吗？他是一个还是控场的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控场猎吧，但就他这个中手速吧。牌，我画了三个问号。就什么？为什么会有强风看射击？到了三个哦，强。我知道，因为他带了蓝龙，带了两条碧蓝幼龙那种控场煞，还是中速的，中速煞带碧蓝幼龙，有可能吧？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刀，奇，就他这阴牌角特别风，奇怪，为什么一个怪都没有？作为中速也不应该是，不应该去找一二三怪而吗？且对还吧？留下对了啊，是吧？他一个都没有，他是不是个奇迹力啊？这里还是要一张一费怪的，这没什么好想的，装一下。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别闹，别闹，没什么意思。你有图腾魔像，你可以跳，对这啊。二三不可能跳的。强行规划一下，他再规考划虑了几下一回圈，合对，要不要硬币狼魂。可以考虑考虑下回合硬币狂人。哎，我跳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出乎我的意料，就是怎么理解呢？就是下回合我再上一个，哎，真的，你看了没有？五团游戏他这个牌就一直没有怪，全一部个都现是在一法个怪，术。到现在为止一个怪都没有，对。而且他在二费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射箭。就射箭啊，竟然是射箭啊，太惨了。他这还不上那个一一三吗？老梁，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边不上一个血巨人硬币，上一个二三是何用意？不清楚，这个你我一定会上血 巨我一定会上血巨人啊！这个我下回可以跳狼魂，可以怎么样？这边冲啊！冲啊，这边冲！冲，下回合一加三。他狼魂下回合摇图腾，方便挂锤子。狼魂天师方便挂锤子，那再自信抓个一就可以。哎，对面这个五藤游戏这个五猎藤游人戏这个猎绝人对真的是个是奇奇迹迹猎烈，真的是奇迹猎。上一把是办掉了，我们看不到是吧？对，捕熊爆炸爆捕熊，炸，爆炸强风不够费，只能爆炸捕熊，然后下回合再放狗。放狗去接。那他这牌是没法赢的，奇迹猎打脸赛，我还是找劝死，你根本就没有奶。出门左转吧，朋对。友，这走错片场了呀。他奇迹猎打动物园是可以的呀，是啊，但是你打脸伤害就算了吧，对啊，打动物园是可以的，打脸。打脸再打，这里交电剑就不能上锤子了，要不要不交？直接换，但直是接直接换换太亏不了。太舒服，还是再说吧，下回大不了我可以上冲锋怪嘛，不一定要上锤子的。那对面是要放狗了。对，蝶梦这套是纯强血煞，更凶。你看，还有火车王。是，他这是纯快攻，放狗比强风好的。放狗吧，放狗还能打一个搜寻猎物这样子。
要不子弹上膛？子弹上膛能过什么样的奶吗？就能过一张。有奶吗？没有奶。猎人，抱歉，猎人没有奶。猎人就虚荣心和米莎可以做嘲讽用。对，嗯，那还是别交吧，因为这边有搜寻猎物嘛，搜寻猎物怎么也能配合。放狗一刀。对，放狗一刀吧。留一条狗嘛，你强封一刀，狗也没有啊。放狗一刀吧，放狗一刀，多一条狗，下回合打搜寻猎物，对，更两条狗，两条狗很凶了，他觉得直接啊、直接就是多再多一条狗，这样的话是三条狗，再多一条狗，算了，可以啊，三条狗啊，可以啊，他俩下回合子弹上膛，强风射击加追踪，再多一条狗，场面上更加厉害，可以啊，终于可以开始打对方的脸了，哎。你确定吗？拿这几个一一你就去打人家，那也行啊，这边就一加三嘛，打脸了，下回锤子一敲差不多火车王带走，赶紧找驯兽师啊、嗯、找驯兽师有机会，有机会，抓，我觉得先抓动伙伴吧，先抓动伙伴也可以，那这里有子弹上膛加一个爆炸吧、直接强风过了，他是想强风加爆炸然后打脸，那强风加爆炸打脸，强风射箭吧，爆炸一定要挂，因为他这里要打脸了，结场了，他还伪装冰冻，哦，装冰冻是吧，他抢是跟他抢不过的呀，抢不过啊，是啊，龙年爆裂到的已经死了，伤害死路一条啊，对方不管你什么奥秘都会打脸的，我觉得这你还是赶紧跑吧，赶紧跑，快跑，或者来个激活兽群呼唤 yes，也可能会死，还是想下一局怎么打吧，这边抓个米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就比赛中看到可以双子弹上膛，双子弹上膛过动伙伴，对，哎，有机会，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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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人家是打脸煞，你还是别开玩笑了、也可以，那这样的话蝶梦还未醒是两局轻松的，现在是二比零，是，那么下一盘再上这个奇迹链去抓动物抓这个术士，我觉得这个奇迹猎我也是第一次在比赛中看，其实想法打动物园应该真打动物园真的不错，双爆炸，他应该想的是对方可能会先上动物园、嗯、然后没想到又被抓了，是、嗯、两局都被抓了，看起来排兵布阵来说还是很关键的，每一次都是打出一个巨大优势对抗，嗯，这个打脸赛打奇迹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输，锤子一敲敲当当当就敲死了，是打奇迹猎奇迹贼两个，这是武藤游戏是一个喜欢奇迹的选手啊，奇迹贼一个不够还得带个奇迹猎 那骑手巴拉射击肯定不能留全换掉，嗯，我觉得只留一个放狗吧，爆炸陷阱，哎，他这牌真可以留爆炸陷阱，捕熊也要留吧，我觉得你没有事做啊，你啊，我觉得那就这样全留吧，他不留爆炸陷阱他这些牌都是对他没有的呀，没有怪、啊、爆炸陷阱至少是一个全程打二来游戏能用，捕熊，硬币捕熊，看你打不打，要不算了，算了，要不挂机是吧，两种都行，硬币捕熊、算了吧，算了吧，下回合再挂吧，我觉得下回合再挂吧、算了算了，我觉得挂了也行，因为这里你挂捕熊你二费就只能射箭了呀，对，挂捕熊对面不会打，对面有点明，其实挂捕熊是有点明的，你挂捕熊对面上恐狼你就强行挂爆炸，对，怎么样也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能挂爆炸也可以啊，嗯，不过这个奥秘真的挺明的，除了捕虫我真的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陷阱会这么打，会硬币敲出来，对不对，狙击也不会，狙击也不会是吧，就只有捕虫，只有捕虫会这么打，捕虫我要硬币一个两飞三三嘲讽，你要不要打，你肯定不要打对吧，这个是蝶梦不是那位选手，要不然他分流了，没打，没打，应该要不然分流，应该是看出来这是什么页面、嗯。那这个爆炸我跟你说怎么打，不管也可以啊，就继续不管，分流找一个一上，就分流上一个一，等海巨人上场的时候我再打，嗯、可以啊。我觉得这动物园要被抓了，我还是感觉到往后发展的话对动物园不利。这里分流上一个虚空行者，先分流。或者他直接触发这个爆炸然后再上也可以，嗯，触发爆炸也可以，触发爆炸留一个，对，触发爆炸可以留一个再加一个、历代 哇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他要历代把那个，但不行，触发不了捕熊啊，触发不了捕熊啊，对啊，我很奇怪，他是
他以为是可以出发补修。那个李太，这，这个失误有点大啊！我本来以为他可以触发爆炸，但不触发补充的，就直接上一个一三分流就可以了。天龙也是懊恼一下，那更亏啊！那崩了，输了已经。他一个放狗把他全咬。是啊，放狗，或者说干脆不理他。动物伙伴也可以啊。这因为蝶梦现在手上剩的牌没法打了，就不知道该怎么玩。动物伙伴，动物伙伴吧，我觉得放狗可以冷，因为放狗这样结场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放狗可以结两个，留一个狗，三三吃一个，就场上占个三二加一条狗。我觉得动物伙伴也可以。动物伙伴的话，只要不是猪都可以。我觉得猪的话太弱了，因为猪只有血太少了嘛。嗯，除了猪都。就打动物园的话，放狗也不怎么怕没机会出，但这里，对吧？还是选择了上个动物伙伴。啊，刘克，刘克打脸，刘克很强啊！如果下回再放狗的话，打脸吧，我觉得这里。打吧打吧打吧，这个解怪是太重了，换血没用，没有分流，换个雷欧克，如果有叫嚣的话，分流吧，先分，分流就只剩下两费了，这场面失控了啊，他还可能挂一个鸡什么的，失控，哎，换个雷欧克，加场功了，虽然加场功，但可以解掉他，可以接受，来来来，那这边自射了吧，可射，看抓什么，快射，快射，快射有快射更好。这局动物园是没法打，他这个失误太大了吧，就是他莫名其妙套了莫名其妙套了个立带，他是怎么想的，他想打出捕熊，但是没有打到脸，捕熊触发不了。我觉得他是不是猜这是冰冻加爆炸呀，冰冻加爆炸，然后一个破冰一个爆炸，这样也是，那也破不了啊，如果内层是，如果内层是冰冻的话，能破，他用恐狼先打的，用恐狼先打的，对，有冰冻会先触发的，先爆炸再冰冻的话，爆炸不触发；先冰冻再爆炸的话，才会触发吧？是这样的。我不是特别确定。对，这点我确定，就是如果先爆炸再冰冻的话，那冰冻是触发不了的。先爆炸。对，先爆炸再冰冻，触发不了。但是对面是硬币挂了奥米，这个就是捕熊，应该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捕熊。你先拿另外一个打了再说嘛。嗯。现在场面已经发展到这样了，那四二解掉一三自射射箭不挺好吗？嗯，自射吧，很简单，继续拖下去，再射几箭差不多就射死了。哎，真的要射死了，他这个奇迹猎其实是没什么智商的，嗯，就是射死的对吧？他这个奇迹猎打动物园非常好用啊，这边可以飞，因为他解特别多。对啊，能不能飞到动物园根本不知道怎么赢啊，这边全是什么爆炸射击、强风射击之类的东西，打不过去、啊、明白，那个死缠算了算了算了，别死缠了，拿怪吧，你这飞不到，你下午也得飞、啊、也没事情做呀，拿死缠就可以死缠一下狗，就仅此而已，测明吧，死缠还是拿死缠，不过还是射到了、哦、飞的还是不错的，也可以，也可以，那爆炸射箭，那爆炸射箭吧，慢慢射吧，怎么办，爆炸射箭吧，对，你阿克斯我就再放狗嘛，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要射死了，下回合爆炸射击射箭，一直在射箭，从来没有抢到过猎人的脸，猎人还没挂刀呢，他要挂个刀的话，就挂个信你更加没法打，再分流，再分流死了怎么办，打脸火车王啊，阿古斯、哦、阿古斯打架起来打脸，然后被人家放狗了，那只能这么打了，先打一下，然后叫嚣，你们感觉到了希望，然后吃了一个放狗，下一局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是不是盗贼先打一下动物园，还是奶奇先打，胜率差不了太多吧，盗贼好一点吧，再打一个搜寻獒犬可以出了，下回合兽群，然后兽群互换了，再打一只一费的，对，蝶梦过个立带死缠，再过个立带，要不你就打脸吧，打成一打成二他不能分，对，打成两血、算了算了，他决定怂一点，死缠灵魂火来了，不行，不够了，别看了，不够，还差个一血，先死缠嘛，就算过立带也不够，好，灵魂火把这只狗砸掉，蝶梦直接选择了尊严一点，放弃了这场比赛，是，那这样的话这个奇迹猎是走掉了，
奇迹烈有优势对抗，挺明显的对决。是，这牌是上一把没抓到，就对面莫名其妙打死了一个。对，是。那么终于是被抓到了，也不是抓到，终于是碰到了这个职业，最后的职业了。嗯，那我觉得如果是奇迹烈的话，我想刚才可能第一盘出来的艾辰萧应该非常后悔搬了对面的猎人。这猎人我觉得他那艾辰萧觉得这局就输搬猎人了，靠，对吧？这局我觉得艾辰萧那几套牌跑猎人应该都能跑、啊。是啊，奇迹就比如说客栈吧。对啊，奇迹猎拿什么赢客栈？是啊，他那几套牌都可以跑猎人，跑这奇迹猎。那接下来用这个贼，我觉得这个贼还少一个大范吧。我觉得应该是优势挺大的，有贝瑟 C 大发。哎，我觉得蓝龙是可以考虑考虑。当然换了也可以，嗯，还是换了吧。就是找军七，找费有点高，这种对费有点高，因为有 C 大发了，可以前期玩得很浪。哇，双四级代发多了，这样有双技四级代发有点卡，有背刺，背刺挂刀，看有没有军七，有军七忍一下。交刺骨，交刺骨好，但是没有、但是他有四级代发，那刺骨的话也可以。忍一下，忍一下，没有四季待发的情况下，这种先手就直接一个刺骨了。嗯嗯，如果有背刺军七刺骨，这里选刺骨，下回是方便你背刺军七。那这里的话，背刺挂刀可以的，因为四季待发太多了。他就算了吧，要不忍一下也行。忍一下也行，不太痛，不太痛，挺痛的，要不背刺刺了吧？没事没事，你要等下回军七吗？背刺刺骨啊，下回吧，这样的话就省个四季待发。啊，也可以。要不你还算四季待发刺骨的？是的。嗯，好，这边背刺刺骨是直接都解了，也是非常配合的上了一个315。如果这边没有上315什么12的话，他背刺刺骨就有点难过 了，对不对？最起码这个可以防小鬼手两次防315，就可以刚好就能防他跳三费的，他不跳就比较麻烦。 对，那这1+2蝶梦肯定是有怪上怪，别想了，是的，不会分流了，不会分流的。上个独行者，这边好卡手啊，来个压机身可破。现在想想那个蓝龙也不错，盗墓匪贼，盗墓匪贼非常非常的漂亮，黑铁直接解，黑铁解掉，那没刺骨了。从现在的局势上来看，盗贼崩了，用恐狼去换吗？盗贼啊，这个牌盗贼抓一个拍卖师秒翻牌，对啊对啊，那将将拍卖师在哪里？看抓嘛，对吧？对，我觉得拍卖师就立即翻盘，这种排序是属于自然崩，盗贼如果没有加医生是自然崩，对，有加医生就自然赢。对，现在加医生所有主驾都在手，硬币硬币有，毒素毒素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隐藏也有。对，我们看他带了一个夏克里尔，应该这套牌还是比较针对一些后期职业的。正常来说，比赛中使用奇迹贼都是会带夏克里尔这种打后期。我点梦选择用恐狼来换，就是他觉得嘲讽更重要。对，我觉得这个打法完全可以啊。看这一张。看这张是不是蓝龙？蓝龙是蓝龙，哇靠，真的是蓝龙啊！上，赶紧上！蓝龙四级代发刺骨解了黑铁，有吗？刺骨已经交了，刀扇，哇靠 ，nice！ 要不要尝一下？四级的，我觉得尝一下吧。可尝？尝一下。你有蓝龙，你这个刀扇非常厉害。对的。硬币隐藏吧，按照只打手里牌的原则是可以硬币隐藏的。反正如果来加急生，我两个四级代发怎么都够，怎么都可以刷很多，对，不需要尝已经。啊，他选择忍了。那这边先李代来过一张灵魂火什么的，有没有？李代什么的，叫嚣也可以。死残死残不够，不够。叫嚣够了，死残不够。再来一个墙没用。那拿个墙，那拿个死残吧，拿死残留着行吗？拿死残留着和拿个墙直接丢上去，你觉得哪个好？拿个墙直接丢上去吧。那拿个墙直接丢上去吧，拿死残留着的话有点。恐狼旁边放两个墙也挺好吧。没事啊，恐狼旁边放两个墙，然后黑铁跟他换掉。嗯，换掉。哦，上这个也行，因为恐狼还是他还是想着留着劫场的时候用。是，先铺点怪。因为这个东西凉血太容易被解了，恐狼在盗贼面前是很脆弱的。这一抽什么？加基森六。我可以，又是蓝龙，藏起来吧。蓝龙隐藏，我觉得这手可以蓝龙隐藏了。快藏起来吧，赶紧藏。
戴不长真的要出事了。刀扇特别厉害、哇，结束了，这局游戏是不是要结束了？是已经结束了，都不需要拍卖，是直接结束了。下回拍上六个，万一啊，我说万一还有机会。但是六个也很难翻了呀，对面四加三你怎么翻？翻不动啊，翻不动。那就上六个吧。只能上六个吧。一加五，小鬼别上了吧。他可能会为了强度一加五，但是你上什么都没有用啊！上什么都没用，六个吧。瞬间爆炸，那先卖个血法，先卖个血法，万一还有刀扇呢？卖个血法，万一是拍卖师呢？也可以。对，万一是拍卖师呢？先卖吧。哦，打了吧。瞬间爆炸，这两抽四级代发刀扇，然后上两个。这还玩什么？快跑吧！拍卖师也来了，哇！这还玩什么？被秀了 ，show time， 隐身技无敌，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值得跑。这武藤游戏挺浪的嘛？武藤游戏嘛，对吧？对啊、现场硬卡的。这不跑，这蝶墨还不跑？哎，再丢一个，再丢一个，看他怎么解，看他能不能解，能不能解？好，解不干净。人家不需要解了，人家怼你脸了呀。对的。闷棍一个一一捏滑的触须怎么样？先毒先还是先毒药？毒药吧，先毒药吧，先毒药吧。毒药万一还有什么背刺之类的伤害，就直接死了。有可能直接死了，双冷血就死了。你刷刷刷刷牌，说不定就刷死了。嗯，对，因为毒心费用太高了，还是先看下一张。先毒药，先毒药，再冷血，再刺骨这样子。对，毒药、冷血、冷血、刺骨什么的，说不定就刷死了。还有军切可以补些伤害。火车王不太够，独行者吧，看看独行者军青算了，独行者吧，看看毒药毒素牌能不能来个加，打三，打三，那打脸不行，那军青掉一个，军青掉一个，超级怂，给你超级砍一个，只留一个，超级稳，超级稳，这是超级稳，给你全解了，嗯，历代历代解的加杰森。先看一下吧，再灵活砸一个，然后再我在想着这个场面怎么解。火车王，别看了，那打脸吧，斩杀不会，要不打脸算了，场工就死了，场工就死了。幼龙鹰，嘲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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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了，隐藏一个幼龙鹰。那武藤游戏的话是在连输两局的情况下来扳回了两局。哇，武藤游戏 有机会啊，因为他奶奇打动物园嘛，也有那么一点机会啊。我觉得奶奇打动物园的话、就是、末日重要一点吧，这个双炎症警戒双末日的卡组是很有机会的、啊、末日比较重要一点，二费有个末日就赢一半了，就是这样，两费末日再来个大宝剑基本就稳了。是的，没有末日就得就只能就得严肃视频的严肃视频留个一套在手上才行，对，然后再过炎症警戒才行。嗯，武藤游戏这两个奇迹系列的竟然把动物园都关掉了，是，而且打的动物园都没什么脾气，是没有任何机会，对，就是特别特别顺。嗯，哦，末日在手，末日硬币大宝剑，我觉得我靠，怎么蝶墨要走啊，真末日硬币大宝剑，唯一的好像他不会硬币默认，那这边可以立斋去解。飞到。好，末日直接立斋杀了。然后这样的话，大宝剑把飞刀砍了，这边分个流。不好说，说不定有机会。恐狼立斋，哎，真的恐狼立斋真能解，有机会啊。嗯。但是我但射不中怎么办？射不中就再打他一下。射不中、啊、哦，也可以。射到了。对，也可以。射不中就浪费点伤害嘛，但无所谓的。打连。哎，这末日竟然被解了，那也没事嘛，有奉献，有大宝剑在。硬币大宝剑，砍一个。你上三一五，再奉献。硬币大宝剑。嗯。现在看来的话还说不准，说不好，是手牌双方都是可以一战的，对，这个三幺五是不怕城管的，三一五的话就是奉献一刀掉，先砍了飞刀，奉献一刀掉，他手牌
就没什么手牌了。小鬼首领，所有的怪都会被一刀，所以说只能上315。上315可以扛一刀，骗个锋线，然后你下窝再扑。你真的呀？你上小鬼首领被一刀，太亏了，人家锋线都用不上。他就丢个苦痛上来，如果你上小鬼首领，等一刀丢个怪上来。还是上了夜色镇一员吧。那刀其实挺难补这么个一攻的刀的。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一刀下来，然后上个苦痛四身，然后你这边黑铁掉，还行吧，还行，都 OK。还行，我觉得蝶梦还是需要不，武藤游戏这边需要一张平等。来了，来了说平等平等到到了，那五费城管苟一苟，怎么也搞定了。嗯。他这里有没有可能会上城管？不上，应该是苦痛四神，不可能上城管了，因为都是三血，没有什么区别。对，而且没什么可管的，就管个恐狼。对，两攻管成一攻，太亏了吧？他会不会贪到连刀都不砍？也有可能，因为有平等风险，我怕什么？我直接苦痛一丢。我觉得还是砍了上苦痛吧，这个血量好像也不是特别高，二十二血，苦痛卖掉吧。你丢苦痛，对面一定要交点什么来解，对不对？最诧异的是个阿格斯，因为有平等在手，你不可能直接打锋线的呀。哦，他也都交了城，真的是城管了。那黑铁掉，黑铁掉，赚个虚空，因为他觉得至少也让对方交出黑铁嘛。嗯，苦痛我觉得他也会黑铁的。对的。我们计划是让他上苦痛出身，再管这个效果不太好了。再管有没有科多踩一个？有。哎，那能踩到恐狼就赚了。踩不到恐狼的话也不亏啊，也可以接受啊，就是会被武士吃掉，是的，会吃掉，要补刀。那你踩掉二三，那你只能踩啊，你只能踩，对啊，然后他武士吃掉，你可以奉献，踩到恐狼赚了，踩到恐狼了。那手牌放空，这边一定会放空，有没有叫嚣或者死残？都没有。那女祭司，女祭司，那一定会放空，那一定会平等奉献，平等奉献送你带你飞，这里打脸崩了。动员的视角也肯定只能打脸了，那基本上这个正好是六费，来个严重警戒有没有？有没有严重警戒？哇，GG，我感觉今天这个武藤游戏啊，真的是武藤游戏，武藤游戏是武藤游戏，手上还有平等加严肃师，这还玩什么？这没法玩了。三关动物园反杀了，你敢信？那最后动物园都能被三关，最后一场是蝶梦打那个。打那个全民的娱乐军，娱乐军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这个已经是GG了，真的没得打。这里上个苦痛师生摇个报告就可以了，甚至直接进击治疗，进击治疗不用吧？看着你都可以。嗯，城管了一个这个东西，好吧，也无所谓，无所谓，你没有牌了都。对，抽。海巨人上不去，上不去，没有用，上不去，这死定了呀！打脸，圣疗疗自己，圣疗一下，然后给你一换，奉献，先换，他这太顺了，没法输，严肃是平等奉献，禁忌治疗，就直接圣疗自己好了，加到二十三，他还想操作一波，没什么可操作的，亲，操作一波可以啊。把这个一二变成三三，然后再奶自己，可以吧？要不怒把这个三二奉献的，你圣疗吧还是？对，三三换二三这么亏的事情，我随便可以做。手牌对，随便亏，这只能裸一个海巨人，然后吃了一个管，吃了个奥拉曼，只能上个海巨人，浪一点还可以上个女王，不太可能。然后被奥兰曼掉，然后再丢个挖宝，这怎么挖？
成这边奶奇是一手的牌，他这盘就是奶奇顺到极致的体现。嗯，关键是要什么就来什么的节奏啊。末日被解都已经无所谓了，是就是手里随便你挑，我什么都有。要不一怒之下分利吧，分利吧，我不想当术士了。好吧，我们也不要计较排序什么问题了，随便了。对，我也觉得也不用计较排序什么问题了，因为根本赢不了。对，因为根本赢不了。奉献一下吧，严肃是奉献全倒，没必要严肃是奉献，就直接个裸奉献给你换一换。对，裸奉献就可以了，裸奉献还能上个女王什么的。好，那就吃一吃，你经济治疗一下。这怎么输嘛？反正磕多掉经济治疗，随便怎么打，随便怎么打，换一换经济治疗都可以。啊，真心圣剑直接斩杀了，斩杀了，奉献已经可以打死了。好，那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CL 的武藤游戏是直接晋级到了16强，是他是一个3-2，那也是先输了2局，对，然后三冠动物园，是，那就是剩下来就是蝶梦还未醒对阵娱乐军，全民娱乐军就是第一轮比赛的一个再战一次，是他们之前是打过的，对，当时是蝶梦赢了，娱乐军。然后的话现在还要再战一局，那么也是争夺最后一个晋级16强的名额。那这局比赛的话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也是因为之前是在比赛上面还是看到那个奇迹力还是比较少的，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了，而且还赢了。那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稍后的话我们会带来武藤游戏的一个采访，我们也是稍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采访间，这边的话我们也是采访一下刚才3-2获胜的武藤游戏，恭喜你。好，谢谢。晋级到16强，现在是心情怎么样？心情还不错。嗯，那这边的话之前我看到你说好像不想遇到蝶梦，对不对？嗯，对，我觉得蝶梦的话炮牌应该是会偏快，然后我的卡组打蝶梦应该会是小劣势吧。嗯，但是你今天这个太顺了，感觉各种神抽，我不知道，我平时打的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这样，就今天运气特别好。嗯，所以的话现在心情还是蛮开心的，对吧？嗯，对。嗯，那我们看到你是带了比赛中比较少见的奇迹猎和一个奇迹贼，你是怎么样看的？奇迹猎我觉得就是我试卡组的时候，我觉得这套牌用起来还蛮顺的，打各种中后期卡组都还可以，然后就比较怕猎人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劣势。然后奇迹贼我也是用起来比较顺，然后我就带了。就你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奇迹系列的卡组，对不对？啊，对。就感觉这样的卡组玩起来比较有意思。对，就是说喜欢这个职业，所以你就把它给带上了，对不对？对。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一下武藤游戏。那我们稍后的话会带来更精彩的对决，我们也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